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未知药物之谜》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睡龙卷风胶囊，一眠解千愁；二、情感解码咖啡，品味心情之味；三、记忆拼图糖，回忆碎片拼一拼。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是睡龙卷风胶囊，一眠解千愁。各位亲爱的学子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是睡龙卷风胶囊，一眠解千愁。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像是从未来或者是某部科幻小说中走出来的产品。但让我们先来探究一下这个神秘胶囊背后的科学与幽默。首先，我们的承认，现代人的压力大得惊人，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与压力搏斗。于是乎，嗜睡龙卷风胶囊应运而生。它承诺能够带你进入一个深沉的睡眠，让你在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程度的休息。这听起来简直是现代都市人的救星啊！ 但是这个胶囊的名字实在是太有创意了，嗜睡龙卷风，这是什么概念？是不是意味住一旦你吞下这颗胶囊，就会被一股无法抗拒的睡意卷走，如同被龙卷风吸入梦乡的感觉？而一绵）解千愁，这又让人联想到古代诗人的辞藻，似乎在告诉我们，只要一觉醒来，世间的烦恼都将烟消云散。当然，这里面不乏一些夸张与幽默的成分。我们都知道，没有任何一种药物能够真正解决所有的烦恼。 就像没有任何一种药丸能让你一夜之间学会一门外语或者掌握一项运动技能。不过，这种幽默的包装和夸张的承诺的，却能够在我们疲惫的生活中带来一丝轻松与乐趣。实际上，如果真有这样的“试着龙卷风”胶囊存在，我们还得谨慎考虑它的副作用。想象一下，如果你真的像被龙卷风卷走一样的睡去，那醒来后的头痛和身体，不是可能会让你后悔胶囊的创造者没有同时发明一颗解酒醉龙卷风胶囊。 总之，嗜睡龙卷风胶囊这个概念在科学与幽默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它提醒我们，无论科技如何进步，我们对于一个好梦的渴望始终不变。而在追求这个梦想的过程中，不妨带出一点幽默感，毕竟笑一笑，十年少嘛。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情感解码咖啡，品味心情之味。好的，让我们来谈谈这个既深奥又充满趣味的话题——情感解码咖啡。 首先，我们得承认，咖啡不仅仅是一种饮料，它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更是一种情感的载体。当你手捧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时，你不只是在品尝那苦中带甜的滋味，你其实是在品味一段故事，一种心情。想象一下，一位文学教授，早晨在书满未患的书房里，啜饮住一杯深邃如其思想的黑咖啡。这杯咖啡的苦涩，恰似他对于人性深处的探究，每一口都是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求。 这不仅仅是咖啡，这是一场与自我对话的仪式。再来看看那些爱情故事中的咖啡，两个人在咖啡馆的小桌旁，眼神交流间，那杯拿铁就像是他们情感的缓冲剂，奶泡的温柔包裹住咖啡的浓烈，就像恋人们的关系，既有激情又不失温柔。每一次小口品尝，都是在细细解读对方的心意。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那些熬夜工作者的情感咖啡，这时候的咖啡就像是一位无怨无悔的夜班护士。 他不问你累不累，只默默的给你力量。每一杯都是对抗疲惫的武器，每一口都是对挑战的宣战。而在一些文艺片段中，咖啡常常是情感的隐喻。一个人在雨天里的咖啡馆，凝视住窗外的雨滴，杯中的美式咖啡似乎在说：“我懂你的孤独，我陪你一起聆听雨的旋律。”这时候的咖啡不只是饮料，它是一位懂你的朋友。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咖啡爱好者的实验精神。 他们将咖啡豆烘焙的艺术和各种奇特的冲泡方法，变成了一场场创意的盛宴。每一种新的咖啡配方，都像是在解码一种新的情感语言，邀请你去探索未知的感官世界。所以，下次当你手捧一杯咖啡时，不妨想想，这杯咖啡背后隐藏了哪些情感的秘密。或许你会发现，每一口的滋味，都不仅仅是咖啡豆和水的化学反应，而是心情与记忆的融合，是情感解码的一场奇妙旅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记忆拼图糖，回忆碎片拼一拼。各位亲爱的学生、历史爱好者以及偶然迷路闯进这堂课的网络游民，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记忆拼图糖，回忆碎片拼一拼。这可不是你们小时候吃的那种糖果，而是一种假想中的科技产品，它能够帮助人们重组和加强记忆。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科学和伦理问题。 但在这之前，让我们先来点幽默，来活络一下气氛。想象一下，如果真有这种记忆拼图糖存在，那么考试前夜，学生们就不用熬夜通宵了，只需要吃一颗糖，所有公式、历史年表、单词拼写就能够瞬间回忆起来。当然，这对于我这种教授来说，可能会让我的工作变得有点多余。毕竟，谁还需要老师讲解？当一颗糖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呢？但让我们回到正题，这种记忆拼图糖其实触及到了人类记忆的本质。 记忆是我们大脑中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它涉及到多种脑区的协同工作，包括海马体、前额叶和颞叶等。记忆的形成、储存和提取是一个动态且易受干扰的过程。如果真有一种糖果能够帮助记忆，那么它可能需要以某种方式影响这些脑区的神经传导物质，或者是直接与大脑的神经网络进行交互。不过，这里面隐藏住一些潜在的风险。记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们会随住时间和情境的变化而改变。如果我们随意的去拼凑记忆，可能会导致记忆的失真，甚至创造出完全不存在的回忆。这就像是你试图用一堆不同拼图游戏的碎片来拼出一幅完整的画面，结果可能会是一场混乱和荒谬的展示。而且，记忆的完整性对于我们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可以随意的修改或增强记忆，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能够称之为自己？这种技术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伦理问题。 比如谁有权利使用这种糖果？它会不会被用于不当的目的，比如操纵人们的记忆来改变历史的真相？总之，记忆拼图糖这个概念虽然充满了想象力，但它也提醒我们要对人类记忆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保持敬畏。在我们寻求通过科技来增强自己的能力时，不要忘了对那些可能伴随而来的风险保持警惕。毕竟，有时候一颗糖果只是一颗糖果，而一段记忆可能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惜和保护。 各位亲爱的观众，今天我们一起探讨的是睡龙卷风胶囊、情感解码咖啡和记忆拼图糖这三个有趣的科技产品。这些产品在科学与幽默之间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让我们在疲惫的生活中找到一丝轻松和乐趣。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些产品背后的科学和伦理问题。无论是钟爱一个好梦、品味一杯咖啡，还是回忆一段记忆，我们都应该保持警惕。 避免盲目的追求科技带来的便利和乐趣。最后，我想问问各位观众，你对这些产品有何看法？你认为科技应该在哪些方面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而又应该在哪些方面保持谨慎？毕竟，只有我们共同思考和讨论，才能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 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